先，好冇？多謝你哋。 有一塊比較大嘅螢光幕咧，係佢係用兩條鋼索連住。初步睇到咧，其中有一條鋼索咧係斷咗，咁啊令到嗰個螢幕咧係跌咗落嚟，就令到有工作人員受傷，有一個舞蹈有啲跳緊舞嘅人受傷。 咁我哋非常之關注呢件事件，因為舞台嘅安全咧係非常之重要，呢個係對所有表演者咧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件事。 我哋會咧徹查究竟發生嘅原因喺邊度。 有冇人需要負責？如果有人需要負責嘅話咧，我哋會嚴厲執法，根據法例咧就作出必要嘅跟進行動，包括咧係檢控嘅工作嘅。